全马没钱做好的感觉。这种全马对啊，应该是说你要么就是那边，要么就是从凤山到昆阳，这个先抓到路线线，因为他的频道。他只是讲话真的是有气无力的，我真的前面怎么听不清楚他干嘛？他讲话真的。等一下，你妈都不然混的，随便的。
拜。
牌也可以坐。我把那个单子留起来就好。
Thank you.
你自己想要做什么。Yeah, okay.